我理想的银行驿站里理想的银行业者，即使面孔扶植实业，支持有识之士追寻理想，实现抱负。什么名字？程一振。皇后，请各位多多指教。有点本事啊！从明日起，由你出任龙鹰田庄静安分号掌柜。这么快就升了掌柜，这背后真的没有玄机吗？切，那你也才见了他几面就嫁给他了，这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啊？程一振。也许是我调查的唯一的突破口。您教我向往的尊严，难道竟是如此这般？各派系互相争斗，互相残杀，你眼睁睁看着他死，却无能为力。你尊严何在？在惩罚我！只要你回头，我保立邦不死。他在等我做选择，我选择的是你。一定要在弹尽粮绝之前扭转形势，保住银行。舍那其尊，人也一样，为何如此恨我？你是恨我看遍世间的阴暗龌龊，却仍心怀有希望，还是恨我受尽摧残却没有死绝？从今天起，我们就要在经济上面向他们开战。黑暗不能终结黑暗，唯有光芒。